为因应今年暑期首周假日可能涌入大量出游人潮及车流，将使本辖台26线主要道路无法负荷，恒春分局除原编排假日交通岗外，并规划替代路线供民众行驶参考。往垦丁游客可至车城海口长滩饭店前路口右转平152线车城沿海景观道路后，续接平153线继续南下。垦丁地区域北上游客可至台26线南湾南关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，至海口长滩饭店前路口左转北上。另外，本分局亦规划每周六18时至22时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，垦丁大街仅供行人通行，南下及北上车流统一由垦丁大湾路进出，并大湾路段道路两侧禁止停车。本次暑期假日，恒春分局已准备好了，将全力以赴加强交通疏导。在此也呼吁民众，交通安全与防疫一样重要，行经辖内各路段口时，应减速慢行，多点耐心，并配合现场远景的疏导指挥，共同维持交通顺畅，平安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。